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那个平台做到那么高的荣誉，还要毅然决然离开，来到这个全新的这个平台上呢？实际上要问我们自己的内心，因为前一个平台出现了一些状况呢，让我的激情慢慢的失去，让我的热情不再出现，所以我每一天都过得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继续寻找我的未来的奋斗的方向。很幸运在这个二月份的时候呢，我开始一个好朋友的介绍，开始给我介绍了凯莉这个平台。刚开始接触凯莉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可置信，为什么？因为那个奖励制度实在是太好了，好的就是让我没有办法去挑他的毛病，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情。实际上今天线上很多的朋友，或者你们周遭的很多朋友也是同样的问题，但是很幸运我的领导人呢，让我引荐了我们公司的高层，我可以跟高层直接对话，直接问他们问题，我说你这样子发奖金的话，到底会不会发爆掉，公司会不会发垮掉。那后面呢，经过详细的了解，我发现哇，这个平台真的是，如果我要做起来的话，我不知道可以帮到多少人，改变他们的命运，哪怕能力非常非常一般的人，零推荐能力的人，也有机会让他们赚到不错的收入。就这样子毅然决然，然后当我决定百分之百的精力来做凯莉的时候，我消失了两年的激情和热情重新展现出来。所以就像刚才崔喜说的，如果今天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创业者，如果你还需要别人来点燃你，那可能你不是创业者。当你找到一个很好的机会的时候，这时候你的激情跟你的热情是油然而生，不需要任何一个人给我们点燃。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可以义无反顾来到这个平台的原因。因为作为一个创业家，如果没有激情，如果没有热情，那也就意味着浪费我们的生命，而且会耽误很多伙伴的前程。好，这是跟大家说了大实话哈。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凯莉有哪些亮点吸引了我呢？我们今天来一探究竟。我现在把 PPT share 给大家哈，跟大家共享。好，选择凯莉的五大理由。我不是发神经，也不是一夜之间头脑发热，也不是被人家游说一下来到这个平台，完全都不是。为什么？因为我有自己的思维，我有自己的眼光，有我自己的选择，所以我是经过慎重考虑凯莉的这五大亮点吸引了我，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五大理由。那首先第一大理由是什么呢？就平台的实力与初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能够生存多久，一定要看它实力有多强。然后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就是这个意思。我最开始是被平台的实力所吸引，因为凯莉公司的母公司呢，这个 4E 公司呢，是美国综合实力排名前五名的保健品生产厂家，为 GNC、Costco、Whole Foods 的李嘉诚很多，还有其他的众多的直销公司企业呢配方并加工生产，而且呢拥有十几项权威认证和资质，在业界口碑非常的好。除此之外大家看右边的 这张图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品牌各种各样的公司企业，他们里头卖的这些保健品也都是 4E 公司，也都是我们凯莉公司的母公司代加工生产的，所以这个企业非常非常的有实力，完全不用担心。那今天呢创立自己的品牌叫凯莉公司呢，当然我们博士呢会把他们几十年这个结晶几十年的心血发研发出最高的最抗衰老效果最强的一个产品。所以有这样的母公司在后面做支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我们可以长长久久的经营这样的一个平台。而且呢这个平台 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不像很多公司突然间从地里头冒出来马上就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们完全不是。因为外面很多从土里冒出来的这些公司呢，很多都是去外面租一条生产线，
或者找一家没有什么名气的公司代加工产品啊，都不是自己的企业，而我们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是自己的母公司。所以有这样的母公司在后面做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一点担忧都没有。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拥有 SOD、NMN 等这些保健品原材料的工厂啊，自己有原材料啊，有自己的科研博士团队和实验室。我的领导人到亲自到公司去考察，考察他们的工厂，考察他们的生产线，考察他们的这些企业的所有的一切。考察完以后才告诉我说， Grace， 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赶快进来。我是抱着简单的相信。好，后面 我的伙伴又一次带领他的企业家团队又一次去考察，真的几次考察下来我深具信心，所以我给自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我要全力以赴来经营凯利这个平台。我们是从产品的研发、原料生产、产品加工到成品到终端销售，实现产供销一条龙服务。一条龙服务呢，可以充分节约我们生产的成本，确保我们产品的性价比无人能及。大家都知道我们面对的是广大的消费者，消费者最最喜欢的一件事实就是能够买到货真价实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所以在同样在这个保健品这个行业里头，我们自己产自己供自己销，一定我们的成本同等质量比价格，同等价格比质量啊，一定是性价比是最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老板的发心。老板呢前几年呢有帮助其他直销公司生产代加工他们的产品，在到最后发现产品的性价比呢真的是差距有点大，但是呢很遗憾他自己呢只是代加工产品，没有定价权。所以当时他看到这种现象，他就萌生出了一个想法啊，有一天如果我自己能够完成终端销售，我就不会让这个产品这个卖出这么高的价格。就是这样子，这个想法在他心里里头孕育了一年多，将近两年的时间，终于我们时机成熟啊，所以2020年12月我们才开始啊正式的试运行，目前呢已经开通了18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所以他这个初心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让终端的消费者吃上性价比高的产品，第二是为了把节约下来的产品成本回馈给消费者，所以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纯消费也可以赚钱。等一下还会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奖励制度哈。那第二大理由是什么呢？刚才是平台的实力啊，大树底下好乘凉，这是很重要的哈。啊，有这个母公司的这个遮风挡雨，我们也不用担心啊。那第二大理由就是独特的产品优势。那我们的产品拿在手上，拿到手上的时候，真的这种感觉非常好哈，包装非常的精美，而且很实在。然后上面各种各样的认证看得让我非常非常的放心。我心里我问我自己，即使以前啊在另外一个看衰老平台上面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的这个包装水平，还有也没有看到这么多的认证，所以我被这个认证深深吸引啊。清真认证大家知道，清真认证是不容易拿到的，非转基因认证啊，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认证啊，就是这个 informed choice，就是说里头成分绝对绝对的安全，绝对不含任何刺激性的能让人家兴奋的成分在里头。那 CGMP 工厂认证，这也是在美国里头顶尖的哈，这个 CGMP 工厂认证。因为我们以前吃了那么多保健品都不知道工厂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工厂的认证是什么样子，但是呢这一次可以说更上一层楼哈。第五就是 Wagon 高级的纯素认证，因为我吃素我吃十几年了，所以看到这个纯素认证，哎呀吃的特别特别的放心。以前吃其他产品的时候还在那里想，哎，这里头有荤的吗，有怎么样的吗，哎，这一次完全100%的放心。我们不仅一件产品都有哈，我们目前的3个产品都有纯素认证，最高级的纯素认证，还有 PDR 美国医师药典认证，这是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啊。今天无意中发现，我今天
自己进入了 PDR 网站，发现原来我们是两种产品获得医师药典的认证，但是现在已经有三种产品都在里头了。我们凯利有三种产品都获得医师药典认证，就是说美国的医生可以呢对病人哈、在从医师药典上面哈、选择性的推荐给病人服用。这个认证也是非常难拿到的，有看到我朋友圈的伙伴今天应该都可以看到，不是说哎，今天你这个品牌很好，产品品质好就可以进入医师药典了，而是要根据啊，要符合美国医师药典里头的各项标准才有进入，才有办法进去的。所以能够进入医师药典的产品绝对绝对的非常的放心，好，安全又放心又有效啊。有的人吃了半天产品觉得哎呀，我怎么吃不出什么效果出来呢？为什么没有达到它应有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这个因为可以进入美国医师的药典，我们确保产品的有效性、安全性、溶解性啊，各方面的指标都要达到才有办法进入美国的医师药典啊。第七，有各种各样的有机认证，还有世界权威的几十几项认证，大家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看哈、我没有一一列出来，这几个最主要的列出来。而且让我感觉最好的就是我们每一瓶产品瓶盖上面的这个二维码啊，大家收到我们的 NMN 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瓶盖上的二维码，只要用微信一扫描啊，奇迹发生了，有中文说明，有英文说明，有视频说明啊，还有打中文字幕的视频说明，一应俱全。所以让这样子让消费者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也不要说哎，这一瓶里头装了什么东西啊，然后还要问推荐人哎，这个产品到底什么东西，用手机一扫描，所有的信息展露无遗，这让我们消费者吃得非常非常的放心。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的三样产品哈，第一个就是好 99% 精纯度的贝塔型的 NMN，我们用美国独家酶解法生产，世界上能够用这种酶解法生产 NMN 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就是美国。而在美国呢，也就是我们公司凯利公司有这个独家的酶解法生产，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全部都是贝塔型的 NMN， 没有不含任何的阿尔法型的 NMN， 可以100%的被身体吸收。第二个呢，就是特级的 99.92% 的精纯度，好，这是特级品的，不像外面一般是 99.8% 99.7% 这纯度不一样哈，纯度高一点点价格就会 高很多，大家如果有去买黄金的经验就是知道了，好 24K 好 23K 的价格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好，第三个特色呢，就是唯一含有10008000的 SOD，有效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平时吃 NMN 进去是为了延年益寿，激活长寿蛋白基因，但是如果我们的自由基继续待在体内的话，没有清理出去的话，那么这个 NMN 的吸收率就非常的有限。所以为什么这是我们的王牌中的王牌，全世界唯一一款含有 SOD 而且含有108000的 SOD 的有效成分，这个是太难得了。所以呢，医生博士有个医学博士看到我朋友圈发的信息，主动跟我讲，他说 Grace， 我对 SOD 的兴趣还高过 NMN。 我问他，我说你怎么这么识货呢？因为博士告诉我们 SOD 的原料比 NMN 还要贵，他说他的博士生导师整整花了36年的时间研究，专门研究 SOD， 当然他也非常清楚啊，我们中国国内的这个 SOD 的来自的这个原料啊，肯定没有我们凯利公司这个来自这个大西亚深海下面的这个来的更有效，更天然哈，更有机。所以他说这个清除体内自由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吃这个产品一个月的时间，你知道吗？也是很明显的感觉。昨天一个伙伴打电话给我，他吃的之前的产品吃的也是吃了很多年的时间，这一次呢吃上这个产品以后，他自己就感觉，他说哇 Grace 整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他说怎么效果会这么好。那第四个呢，就是
我们第四大特色哈，就是每瓶含有十万零八百一万零八百毫克的 NMN， 这是非常高含量的。因为市面上很多的 NMN 一瓶里头基本上只有2000多毫克、3000多毫克啊，就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或者是3000多毫克左右就差不多了。那 NMN 主要是可以激活7条长寿蛋白基因，大家都听说过，都知道白藜芦醇为什么那么受欢迎，是因为它可以激活1条长寿蛋白基因。那 NMN 呢，可以激活7条长寿蛋白基因。很多人就问我说，那我还要不要再吃白藜芦醇？我说可以吃，也可以不吃，没关系。为什么？因为这7条长寿蛋白基因都被这个 NMN 都激活了，你自己喜欢吃就是，不喜欢吃完全没有问题。第五大特色呢，就是口腔含片，我们是舌下黏膜吸收，非常高的吸收率，而且瞬间就可以被身体吸收，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被我们身体所吸收。那市面上呢，所有几乎所有的这个 NMN 基本上都是胶囊型的，胶囊进去以后，经过胃酸破坏一下，到小肠里吸收，至少要2个小时以上。所以完全是不一样，在这2个小时期间，它很多的有效成分会被破坏掉。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口腔含片呢，舌下黏膜吸收也是非常非常高的科技。第六就是黄金比例配方，达到乘法效应，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样是这个10800毫克的 NMN，有添加 SOD 跟没有添加 SOD 完全是另外一种结果，所以为什么说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今天不是专门的产品课，所以我只能把这些几个亮点提出来，跟大家来做分享，简单分享一下。那第二个呢？第二个产品呢，就是益生菌。很多人都说，哇，我多少年前都听说过益生菌的。那我们公司的益生菌跟市面上的益生菌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就这四点，大家自己看一下，好好看一下。独家含有 SOD 的益生菌，SOD 有多好的效果？刚才已经说了，大家不明白的话，可以去百度去搜 SOD，对我们身体的功效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肠内的自由基，预防肠道衰老。所以有吃这个益生菌的朋友，你在吃这个益生菌的这一段时间，我可以肯定的一点的是什么？你去上大号的时候，绝对是味道跟平时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这个 SOD 把我们肠内的那些自由基、那些垃圾，通通都排出来，所以完全不一样。所以昨天一个伙伴特别感谢我，他说：“Grace，太感谢你的这一次能够给我介绍这么好的产品。”哇，一下子就说这些自由基清理出来之后呢，一下子就是人就感觉很轻松，不像以前那么累了。那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含有300亿株的活性益生菌。市面上很多品牌的益生菌呢，基本上有10亿、20亿、30亿，甚至200亿，达到300亿的这个活性益生菌呢，少之又少。我们这个是一条里头就含有300亿株的活性益生菌，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高科技。第三个独特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独特添加的深海红藻矿物精华和有机藻蓝蛋白，含有人体所需的72种以上的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所以呢，如果有的人觉得每天营养不够的话，大家就可以通过补充这个藻蓝益生菌来给我们全身心的这种保养，含有72种以上的维生素和矿物微量元素。所以有的人问我，我吃完这个益生菌还要不要吃其他公司的多种维他命啊，或者什么AAPM 什么之类的？我说你自己看着办，我只能告诉你，这个藻蓝益生菌里头已经含有这么多维生素、矿物质了，你要吃要不要吃也是自己来做决定啊。第四个呢，就是口感非常的纯正，嘴中含化即可，就直接倒在嘴巴里头，一会儿就含化了，快速提升免疫力，服用1周左右就可以全方位的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所以现在呢，我们还在疫情肆虐期间，如果要想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的话，我觉得每天吃1到2根的这个益生菌真的是最佳选择。你不用担心会不会被人传染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不管任何病毒来到我们身边，只要我们免疫力足够强的话，你就是百毒不侵的。
我们可以很顺利很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期间。好，那第三个产品就是这个叫做脑力健 LifeSpan， 这个呢也是跟市面上很多补脑的产品不一样的地方，是它独特添加了第一个阿拉法的 GP 系，促进可以脑神经的递质合成，帮助神经信号的传导，提升学习力和记忆能力，全方位提升大脑功能。所以如果有的初中生啊，初三高三这些小朋友啊，现在学习任务很重的话，那么每一天补充两颗这个给自己呢，明显的提升记忆力和学习力。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含有高纯度的 NMN， 啊，提升脑神经元 NAD 加的水平，修复脑细胞的 DNA， 抵抗大脑衰老，预防老年痴呆，这是第二大特色。所以我们 LifeSpan 里头也有 NMN 在里头，只是量比较少，不像刚才的 SOD 加 NMN 量那么多。第三个特色就是添加的紫檀棋和百里芦醇，帮助清除脑部自由基，保护脑神经元，维持大脑的年轻状态。大家想想看，我们能够维持自己大脑的年轻状态，你想想看，我们活到80岁、90岁，甚至100岁都很清楚。就像我奶奶今年99岁，哎，还可以耳聪目明，这是明显的提高我们生活的晚年生活的质量。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补，那么我们脑部的细胞就不会被氧化，就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的这种现象。第四个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添加的生酮类补充剂，大家也可以看我的朋友圈，酮类补充剂对我们身体有多大的作用哈，它可以有效抑制卡路里的吸收，帮助燃烧脂肪，在补脑的时候还能够轻松减肥，帮助体重管理，一举多得。我自己吃这个产品1个月左右的时间，终于好看到希望了，因为这1个月时间我非常的忙，没时间锻炼，没时间做运动啊，也正常的饮食，但是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这种情况之下，我每天早上起床去称体重的时候，好，发现这1个月下来瘦了将近8磅。好，当然如果瘦的人吃 LifeSpan 有没有关系呢？不会继续瘦下去啊，不用担心瘦人吃这个会怎么样。瘦人吃的话就是一样会抑制，因为我们随着年龄慢慢的增长，会抑制卡路里的吸收，给我们身体最好的这个最佳的状态。因为科学研究发现，卡路里的吸收会造成我们身上各种慢性疾病的产生，而且也是加速我们老化的一个源泉。所以这个 LifeSpan 也是精品中的精品啊，非常非常的好。今天呢，有个伙伴是香港的一个伙伴告诉我，他说他收到这个产品大约就吃了3天左右的时间，他说哇 Grace 总裁，这个产品真的太好了，我感觉每天皮肤在收紧的那种感觉。哇，我说你有那么好的效果，真的要恭喜你。他说他以前也吃过各种各样的品牌，但是呢现在吃这个产品真的感觉超级好，非常的好。一定，所以说产品好不好不要听别人说什么，自己去感受啊，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第二大理由，产品的特色。第三大理由呢，就是超人性化的奖励制度。这个奖励制度的特色呢，叫做210特色。因为今天呢，不是专门讲解奖励制度呢，所以我就跟大家总结一下哈。二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公司给我们2个营运区，也是左区跟右区，在也就相当于2条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哈，也是这个意思。那在这个2个营运区，我们可以赚到什么钱呢？可以赚推荐奖、分销奖、对碰奖、管理奖和钻石分红啊，这几种奖金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特别是我的伙伴看到分销奖，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碰到这个分销奖哈，他也感觉不可思议。他说 ：“Grace， 怎么搞了？我今天都没签单，怎么后台也有美元进来？”哦，原来后面看一下，原来是他下面的伙伴推荐新人啊，也有分销奖到他头上，1袋可以拿到10袋，大家想想看，所以他很兴奋。然后对碰奖1碰3响，好，管理奖第1代到第10代，每一代都是10%，好，非常的公平，还有钻石分红。那一的含义是什么呢？一的含义是，假如有的人就经营一个营运区，比如说他这辈子就推荐2个人，都在大区，然后这2个可能干，那么也能够赚大钱。唯一的就是除了对碰奖除外，因为他另外一个区没有经营的话，其他的所有奖金也都可以赚到，只是赚到的没有上面这个二的含义那么多而已。这是
2跟1的含义。那接下来零是什么呢？零就是公司除了刚才所说的两个营运区之外，公司额外赠送另外一个奖金池，叫做矩阵奖金池啊，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矩阵奖，可以帮助零分享能力、低推荐能力的纯消费者也能够每月赚到矩阵间谍奖$3。三美元不是所有人给你$3，而是每一个人都给你$3。那假如说有一天你的矩阵下面随着时间的累积，你的矩阵下面出现1000个人，1000个人每个人给你$3，就$3000，每一个月稳稳的啊，无需任何条件，只要矩阵下面有人就可以拿到钱。很多人都感觉这个太不可思议了，甚至还有的伙伴跟我抱怨，他说 Grace， 凭什么零分享的人在这个矩阵里头也能够赚到钱，那是不是对于很能干的人不公平呢？我说非常公平。为什么？因为人家已经消费了啊。那至于有分享能力的，当然你可以赚到刚才二跟一的双轨那边的双区营运的那个更多的奖励，更高的奖励。他说那凭什么能够他们这零分享也能赚到钱？我说就凭4个字，好，相信和站位。所以说加盟我们凯利，好，就相当于移民到了高福利国家。你想想看，大家为什么要千方百计移民到高福利国家呢？因为高福利国家即使你没有工作，你每个月政府也给你每个月多少钱的奖励，是不是这样子？也不叫奖励呢，就是每个月硬性发给你们的。所以呢，听说我们加拿大政府也即将给每一个人都发这个奖金，给每一个人啊，只要是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全部都可以拿到钱，不工作也可以拿到钱，每个月都可以拿钱啊。所以为什么我做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啊，加盟我们凯利，在我们矩阵里头占了位置，然后慢慢累积人脉下去。相当于移民到了高福利国家。有一天当我们的矩阵里头比如说出现4000个人的时候，那么每一个稳稳当当的会拿$12,000。1000个人的时候，每个月稳稳当当的会拿$3000。那你想想看，是不是比你的养老的数字养老金的这个还要高一点呢？所以能够有智慧去相信，能够选择去站位的人，真的是都是很有福气的人。至少我这经过这1个月时间的这个证实哈，实践啊，确实我团队里头已经很多人啊，零推荐能力都已经拿到钱了。所以信不信就是由你，因为很多人会说真的会吗？真的会拿这些钱吗？因为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平台，没有任何一个平台啊能够拿拨出这部分钱。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创始人的慷慨，因为他把节约下来的产品成本放在了这个奖金池里头，发给这些啊，奖励给这些纯消费者。所以信不信由你啊，进来的都赚到了，就是这样子。那第四大理由呢，就是趋势与文化啊。产品呢是企业的灵魂啊，那么趋势就是企业的发展方向，文化呢就是企业的心脏。那我们未来都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趋势，大健康和抗衰老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习大大前几天回到我们福建老家啊，在那里跟啊做指示的时候，他就特别讲到了一句话，他说各位，大健康才是你们的一，后面的金钱名誉地位啊才是后面的零。所以大健康，连现在连国家一号人物都开始推广大健康了，大家都知道大健康是不是未来的趋势。还有抗衰老，实际上抗衰老我们不仅仅是看的是脸上的皱纹，我们看的是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啊。过去50岁60岁，就像我前几年回国参加同学聚会的时候，我看见跟我一样年龄的人，有的人在吃降压药，有的人在打胰岛素，有的人又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为什么你们都要吃这些东西？他说哎呀，我们都快奔五的人了，有这些慢性疾病不是很正常吗？哇，我听了真的是晕倒，为什么要吃呢？为什么说到了这个年龄必须要产生这些病呢？但是衰老本身就是一种疾病，所以我真的很有幸哈，几年前能够跟抗衰老这个行业接上缘啊，现在就是越来越高端哈，做了越来越高端的这个抗衰老的行业。那第二个趋势呢，就是分享经济加上指尖趋势啊，趋势
分享经济就是分享是人类的本能，我们所有碰到好的东西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去分享，即使不赚钱我们都会去分享，然后再加上现在一部手机走天下，特别是这一两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疫情的肆虐让我们一个个都只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那么我们照样可以通过手机可以跟全世界的人联网，可以赚到全天下的财富，世界的财富，让我们真真正正让一个纯消费者可以参与世界财富的分配而变成经营者。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借助平台整合资源的趋势，我们现在至少立马一家门马上就可以整合18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这也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地球变成了地球村，我们虽然足不出户，我们可以跟全世界的人的联系。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这个我经历过的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呢整合的拯救了我，就是成就了我今天这样的一个人生让全世界的华人几乎就是很多人都认识我。那这一次呢看见我做了这么一个弯道超车华丽转身的同时呢，也很多人对我发了信息，对我表示关心，表示问候，然后就是支持。所以刚才我们主持人 Tracy 说的短短的时间，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团队将近200人，真的是我要非常非常感谢这些世界各国的伙伴对我的信任和支持和跟随才有这么快速发展的机会。那凯莉的文化是什么呢？也是公益和利他利他是非常非常重要，本身他设计这样的奖励制度就是利他生产这么高科技的这么性价比这么高的产品也是利他，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做进一步的公益。上周末呢凯莉又捐了40000瓶的营养补给品给有需要的人，让他们身体健康。大家可以又看到右边的这些图我们公司呢经常一段段时间就会做这些公益慈善活动，但这些慈善呢目前呢是仅限于在洛杉矶，那接下来呢我们公司准备资助世界联合国儿童组织，还有世界贫困儿童，也是我们创始人要发这些儿童营养品给他们，大量生产这个儿童营养品给他们，特别是非洲的一些小孩子，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吃上这个美国生产的这个营养保健品，那么我们公司呢就可以做这些。所以这个文化呢也是得到社会的认同得到世界的认同，我们也很喜欢跟随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帮助这些世界这些贫困儿童。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我们的标语是什么呢？ We care, we share, we aid, 就是我们关爱，我们分享，我们帮助而且这不是口头上的，而是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接下来我们做的慈善活动会更多，当然也需要借助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凯莉人的积极性，大家一起来让这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第五大理由呢，就是最恰当的时机。李嘉诚说过一句话当一个商机出现的时候，5%的人知道的时候呢，是属于先知先觉者。这些先知先觉者呢，可以领导未来的财富潮流。在上一个平台，我没有办法变成5%的人，我只能是后知后觉者。当然后知后觉者也给我不错的收入，今天我在凯莉这个平台， 我们就是属于先知先觉者。2020年12月凯莉才开始正式试运行，现在为止会员不到3000人，如果未来按照若干年之后我们的凯莉会员达到1000万会员来计算，这是完全完全有可能达到的，可能不需要10年，我估计5年时间就可以达到。为什么？因为现在微信这个互联网这么厉害，我们第一年你看每一个月我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订单都这么多，所以我们现在发展的速度会比之前的看衰老平台会更快。那么我们都是属于什么呢？属于0.03%的先知先觉者。各位你们有没有嗅到了这个财富的这个味道我是闻到了，所以为什么我毅然决然离开之前的平台来全力以赴来加盟这个，为什么能够乘以在我的一生当中能够走在0.03%的先知先觉的机会真的不多。我希望这是我
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平台。为什么？因为 0.03% 的人先知先觉者始终坚持在这平台上面，真的你后面也不需要再做其他平台了，因为这一波财富都足够了。如果说十几年前的百里如存创造的财富第六波，那么未来十几年或者几十年 NMN 将会打造财富第七波。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站位了吗？如果你站位了，我恭喜你。为什么？今后跟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来占领这个财富，一起打造财富第七波。如果今天你还没有站位，没关系，马上开始行动，因为你还是属于 0.03% 的先知先觉者。所以今天能够在这线上看到我的分享的伙伴真的都是有巨大的福气，因为呢，我们一起站在的第七波财富的浪尖上面，好，一路前行。所以选择凯莉呢很简单，结果就是这 四句话，好，干好了有钱，干不好还有健康，成功的显眼，不成功也显年轻。这句话很经典，是我团队的一个伙伴写给我的，告诉我的。所以我说，哇，这个伙伴太有才了，所以我马上拿过来用上，好，来奉献给大家。这就是我们选择凯莉的结果啊！如果干好了，既有钱又有健康；干不好的，那就算干不好的话，还有健康在，对吧？然后成功的非常显眼，不成功也显年轻。各位，今天我们站在0.03%的财富浪尖上，如果不成功，我觉得都不大可能。好，只要我们愿心听话照做，每会必到，紧跟你们的领导人，一步一步往前行，听话照做就可以了，不要去问很多的为什么。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迎接下一轮的财富盛宴，就从我们这些人开始。真的，我觉得太感恩我的推荐人，能够在这么好的时机，就把这么好的机会分享给我啊！不像以前的平台，可能像我经历的第一个平台，已经几十年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一家公司。然后在我上一次的这个抗衰老平台，已经都五年了，我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家公司。那么今天这个平台呢，在两个月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平台，就知道了这个机会，然后帮助大家，带领大家，我们一起往前走，绝对这一场财富盛宴一定是非常非常丰盛的。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基本上就这些。我希望这五大理由能够成为我的五大理由，也能够成为你们在座的五大理由，给自己满满的信心，多学习，多去尝试产品，多跟随啊我们这一波啊有潜力的这些啊领导人啊先知先觉的人。那么刚才所说的这个奖励制度呢，只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下一周呢，我们将会奉献给大家详解奖励制度的这么一个课程，那时候会让大家更加有信心跟随我们这样的平台，跟随我们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前无古人的这种奖励制度，那么你不发达都不行。所以非常感谢，再次感谢大家哈啊，愿心的聆听啊，我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让你们做更智慧的选择，也能够让你们帮助你们身边的朋友做更好的选择。所以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哈，我自己对着自己的镜头哈，吃这个产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明显我的脸部就是开始提升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因为之前呢两边实际上有点耷拉下来的，有点松弛的。那经过这一个月的时间，三管齐下，益生菌 NMN 加上我们的脑力健，三管齐下同时进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我的下巴的肉肉就没有那么多了，然后整个人更显得年轻态了。不仅仅我这样子，所有在吃这个产品的都有非常好的效果。我知道我们上面的一个资格比较高的赵老师，他说他去剃头发的时候，因为他吃了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说他去理头发的时候，理发师很奇怪的问他一个问题，他说哎，怎么搞了你们的这个
你的这些头发发根怎么是黑的，外面是白的？这就说明我们整个机体都在看年轻，越来越美。所以选择凯莉，我们的美丽人生从此开启。好，大家千万不要掉队，跟上团队，你们赚钱就可以跟呼吸一样简单。好，谢谢大家时间。那接下来呢，我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吧，好吧？我们下一次好，我们再会，谢谢大家。